Oh my god！ 这是怎样？哎、欸，不是你变什么？我还是没看到你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欢迎收看，我是 Channel。今天呢是注意力大考验第二集。喂、欸，我有参加过第一集吗？有，有参加第一集啊，那时候还在一间哪有鞋店？没有啦，你那时候切桌子的时候我就不在啊。那不是那个桌子？对，好想当桌子。这甚至不在我频道。好、哦，是吗？对。好，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？Here we go。OK， check out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没有办法看你变魔术。好快啊！他没了。这是怎样？什么？我靠！他这么壮哦 ！Oh my god！ 我干！吓我一跳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有做什么事情吗？哎、欸，我完蛋了！哎、欸，他是好久不见的那个吗 ？Sandy， 对啊，出现了 ，Sandy，Sandy 出现了、欸。你有认真在看魔术吗？有，就是我有在看你手上的东西，但是你旁边真的太抢眼了。请问第一个。可口可乐摸了一下，变成了另外四个字，请问是什么字呢？这样子而已吧，你让我变字。有变字？有，真假的？可口可乐四个字变成别的。哎，我没注意到哎、欸。新年快乐。哎、欸，有在 follow 的。有啊，因为旁边那个我不太想看。你当第一集好像也是这样讲，真的假的？旁边那个绿色的没什么好看的。两年始终如一，始终如一。我变了一个扑克牌，拿出车子的魔术。郭鬼鬼的帽子是什么颜色？贝雷帽。黑色吗？黑色吗？是灰色。哦、是灰色。但我记得他的内衣是不是灰色？但是我记得他的那个小可爱背心是灰色。是灰色。这个是确这个是确定的。猛男那段我变了什么魔术？纸盒变扑克牌。扑克牌。的盒子，再把扑克牌拿出来。哇、哦，有哎、欸！最后一个是 Sandy， 你看出来了吗？对不对？对。设计最精密、最难的就是安息那一题。安息，我变了什么魔术？你没有变魔术，我忘了。你只记得他穿白色的小可爱。不要骗我。我有变魔术。你变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你变什么？我还是没看到。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！不行，他太显眼了。实测大成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实验结束，耶、成功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最近新出的牌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是你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前面我还有一个你的兔子在这里，就是所有我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说玫瑰花、兔子。英文名字是 The Sandy。对。二月四号在泽泽募资，然后一直到三月十二号，所以在这段期间买都有非常便宜的优惠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记得点下面那个资讯栏支持一下 Sandy 的创作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这个真的。喂，找错快，找错你变魔术，找错找这个找很快，找错了。